嗨，大家午安。好像蛮少有机会讲午安了。我今天呢，还好有带 Switch 去上班了，所以呢，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已经把可以玩的东西都先做过一次了。你们看，这个房间，我在这里这一面呢放了这个图书馆墙，看起来是不是更有气质了？这样子，这个墙的部分，然后我终于呢如愿的可以把混凝土墙啊，外面真的好吵，混凝土墙跟这个夜景墙，我终于可以把它们用在一起了。我终于可以做出这种事情，这就是我理想的房间哦。就是一个清水膜的墙壁，然后加上一个超大片的落地窗，我超喜欢这个，这个就是我的理想中的房间哦，就是应该要长这个样子。我超开心的，终于可以这样子用了。这个礼物呢是刚才库玛送我的，我们刚好来试一下好不好？这是我们会员呢今天拿到的。垂挂的布帘 Kuma， 这是天花板的家具哦。我的手把在漂移，是不是？它怎么一直在转？这个我要挂哪？这是不是要多买几个啊？这是不是要多买几个、啊？这应该不是做空中瑜伽的哦。这个布太短了，我来多买几个好不好？这个垂它叫什么？垂吊的布帘嘛，对对。然后先跟大家讲一下哦，我这次改版之后呢，我现在这个系列，算是新的系列了，就是改版之后呢，我想要慢慢的玩，所以你们看我标题啊是打漫游，那个慢的漫游的慢不是打错字哦，是我想要慢慢的游玩，是这样的意思哦，所以呢，这次我至少。两个礼拜到一个月内，这中间呢，我应该，哎，我打错了。这段期间呢，我应该就是不会食旅，我会慢慢的一天一天的玩。买，多买几个好了。那期待明天，因为我现在已经买好家具了，明天就可以再把这个布帘呢挂更多一点。这边挂过来，或者是挂在床头这边，应该也都不错吧。我们先来改变一下形象。今天有加几个新发型吗？这个中分头我觉得很酷哎，变紫色的就是特南克斯啦、啊，然后这个就近莲儿啊，我觉得中分头还蛮帅的。我也试着来中分头一下好不好？然后我应该要等到明天才有办法见到刀力奴了。咖啡色的嘛，红黑色的，咖啡色的好像比较好一点。哇，戴帽子还蛮帅的啊。博物馆呢，因为我今天已经委托富达，已经找过富达，所以我刚刚拿到鸽子老板的照片。已经找到喽，老板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明白了。哦，啊，博物馆要因为施工休馆一天了、啊，这样我明天也是喝不到咖啡呢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这次我们可以购买海报了。然后这些海报呢，就是有所有鱼类的表框海报，还有海洋生物、化石、美术品的海报，这感觉也是都蛮酷的。然后大家应该知道，我岛上呢有一个鱼类模型的房子哦，这栋房子呢。里面放了所有鱼的模型，
所以呢，我就想说，那个鱼的海豹应该就很适合放在这间房子里，所以我今天就有开了分身呢，去装饰了一下这个海豹，就是这一张鱼的海豹，很酷哎，这航品真的好可爱哦，它唱歌的时候我也觉得好感动，旁边还放着便当。但很可惜呢，一天只能一次哦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开分身再出去一次。但其实我今天已经试过用这只角色呢去跟航平讲话，但出不了岛。为什么呢？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哦，航平的理由。我会提供搭船乘风破浪的旅行方案给旅行专家，可是呢，我的船可不是随便一个新手都能搭的哦。来我这的人至少要有透过机场旅行过的经验，请你累积经验后再来吧。所以没有搭过飞机，他就不给你上船。啊，我这个分身呢，从来没有出过岛啊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换一张机票，然后随便出个岛再回来。我想出岛玩，所以我连巴列岛都没去过这个角色。好，那我们去巴列岛。等我买不到，第一次来巴列就已经开广场了。哎，刀立农，好好好，啊哈，老朋友来这里帮忙建设社区的，刀刀，哦，原来如果我没有使用过摄影棚，它会在这边补充说明哦。原来如此。那这些图俑呢？我已经先交给这个薛哥了。然后我原本以为，因为他一天只能开一个摊子嘛，我原本想说，哎，那我开分身来，我是不是可以再募集一次？结果呢，还是不行哦，就算是分身来，他也是拒绝，所以一天就真的是只能用一次。哇，这些小鸟难得会在这边看到它们。来，我们再试一下，跟他讲一次话。哈哈哈。所以还是不行，还是不行，巴列岛是不行的，所以我们还是乖乖的拿着机票出岛去吧。哎，真的，顺便摇一下新的家具好了。我先看看漂流瓶，哦，有了。贝壳地毯，我要贝壳地毯，我已经有了。自己学吧。那再来摇树，希望不会摇到哦，坐以待毙。你再来试一下。我出去过了，你看我的脸变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想去。来，我的一 P 跟二 P 呢，都是今天都去了很普通的岛，我的脸。
我的脸好惨哦！狂拍手。就是这个岛，我来三次都是这个岛，就什么都没有。拜托，至少这个给我好一点的瓶中信。假树到最后也，这我也有了。我这连红萝卜都没，哎，我真的三个角色都到一样的岛，是第一天一定来这个岛吗？我没有到别的岛过。铲子，咚咚。我把我的土俑都埋在这里了。好，那分身的任务结束了。然后你第一次呢去动物家里玩的话，他们还会送你 CD 哦。像我这个 KK 非洲音乐是远人送的，因为他家里播的就是这首歌。然后都市 KK 呢是杰克送我的，因为他家里就是播放这个。阿姨怎么了？阿姨要来我家玩吗？当然好啊！真的哎，你第一次来我家哎，好开心哦！我等你等了一年多了，我还故意一直把你的房子盖在我旁边呢，你都不来。来来来，打扰了，来来来。你要不要去我房间？来来来，来这边，来这边。哦，他来了。哎，我开电视给你。滑板的比赛吗？好赞哦！哦，是机器人哎，感觉是你喜欢的节目哎。哎，你才刚来就要准备回家，再玩一下啦。不是吧？什么事都还没做，你就要回家了？那再多待一下嘛。那边有淋浴间哦，你要不要进来一起洗个澡？他完全不理我，好可爱哦。还是淋浴间不够，我带你去大间一点的好不好？哎，这个大澡堂，哎，这边很赞，对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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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睡啊，吓我一跳。我只要躺着，他应该就不会跟我说他要回家之类的吧？啊，有拿小礼物给我，哦，是帽子。头部绷带，这个东西适合我吗？哎，这新的哎，不是那个整颗头包起来的，这是头发骨折的那种绷带哎。那头发骨折的话，就需要包这种绷带，好酷哦！要给我一个新的帽子哦，来玩游戏嘛，来来来。比大小，来啊来啊来啊，在澡堂里面比大小，单车帽能不能送一点比较新潮的？八号，一定是小啊，比它大的就只有九而已吧，小。我不信你能抽到酒，耶！把这个收起来，这个绷带收起来。
你有没有发现我身上穿的衣服？这个应该是新衣服吧？这好像是什么站长衣服。哇，好赞哦！他终于，我等了那么多年，阿姨终于进来我房间了。阿姨，阿姨，我还有一个房间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哎，阿姨傻住了。哦，这个房间有没有觉得很赞？那可是1:1你的房间的模型哦。你家里有一模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也知道。喜好一样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有个一模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有点难为情吗？嘿嘿，阿姨看起来很开心嘛。那你要不要看还有什么一样呢？房间挺不赖的，对不对？哈哈哈！你要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健身房使用，当然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随时来，好不好？原来有跟他们一样的家具的话，他们会讲这些话。那真的好可爱哦，可以让小动物们进来自己的房间里面，真的是超棒的。你为什么随身携带一本漫画？这是什么书？我来偷看一下。啊，又是健身器材的书。啊，也对啦，我这边呢。啊哦，对哦，我现在可以进来这里，原本是进不来的，现在可以侧身进来这样。呜，那我们再来可以看什么？哎，阿姨在照镜子哎，好可爱哦！我的天哪，我的妈呀，很赞，很赞，很赞！好，那我们先离开好了。阿姨会讲什么？你有什么急事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你要不要干脆在这边定居下来？哦，还可以选没事哦。没事。真的吗？哎，你这样我会舍不得离开耶，真的吗？我。他刚一进来就想要走，叫他多留一下，结果没想到他多留了这么久。啊，我们先出去。不行了，不行了。下次再来玩，下次再来玩。哎呦，会舍不得哎。那离客这边呢，我今天已经申请了那个扩建，第一次要70万，那我今天已经扩了，他们商量我的房子，对，明天就会完成了。那扩建之后70万，然后再是90万，最后一次是120万，所以就是200多万，大家要全部扩完的话，然后呢，岛的方针呢，我今天已经定就是要做那个夜猫方针哦，就是想说这样子晚一点，都还可以跟岛民们一起聊天哦。大家有调这个方针了吗？岛的条例啊。明天开始生效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做个早操吧。虽然已经要吃晚餐了。哎呦，豆梨莉莉啊，好可爱哦！啊，旅游不是躺在沙滩上吗？怎么爬起来了？哦，我只要按就好了。
好可爱哦。豆梨莉莉好可爱哦，我的天哪！然后小润也小小一只的，好可爱哦，一对矮子。相比之下，庞克斯就好大只。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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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A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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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 A。我觉得超不整齐才好啊，因为你事实上、现实上，一堆人在做早操就是不整齐，没有人做早操很整齐的。我们等一下来做菜好不好？你们今天有人料理过了吗？啊，可是做菜需要一些食材，我可能也没有啊。到了蝶鱼了。可以拿来做料理，酱煮蝶鱼，就像这样子，这样我们就学到新的料理了。我只要蝶鱼一个就可以了，那我们来煮看看好不好？这个，哦，可以用瓦斯炉连烤箱做些什么吗？哇，哇，你们看这个图，看起来好像真的蛮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制作，呜，酱煮蝶鱼完成了，赞赞！那我就摆在这个耳光家。他跑去哪了？他跑去哪了？他有在我身上吗？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是这样的图示。可以吃，装饰在这里。我们先装饰一下，哇，热腾腾的，好想吃，对不对？来巡回一下岛民的家。庞克斯不在家，鱼子酱，鱼子酱。高级食材啊，这个来鱼子酱，鱼子酱，你喊鱼子酱喊心酸的吗？为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没有鱼子酱哎，他钓鱼的时候就在那边喊鱼子酱，结果居然学不到啊！小润，太好了，在做什么呢？金属板盔甲，拜托你哎，我居然没有学会哦，我以为我有了金属板盔甲。这应该是旧的吧，金盔甲。还是不一样。我看一下哦。装备。不一样吗？我原本以为是这个金盔甲，他刚教我的是什么金属板盔甲。排序，我们按取得顺序排序，然后用到最上面。新的哎，铁矿石10个，那新家具哎，
我以为是那个穿在身上丑丑的盔甲，居然不是。我们马上回家来做一下，十个铁矿石就有了，因为我已经想好它可以放在哪了。刚好一组就可以。对啊，我也感觉很帅哎，那个家具，如果它摆出来很大一只的话，我觉得一定超帅的。我们直接做三个。好，把它摆在这里先试一下。哦，好帅呀！好赞！等一下，改造改造，它能不能换色？可以。啊，生锈的，跟全新品。铁锈好像有点帅，我来。啊，学到新东西了，开心！好了，两位可以退休了。来，你也辛苦了。好酷，这个家具好赞哦！哇，我原本就是想要有这种感觉，所以放那个骷髅头在那里了。现在把替代品换成正式版的，中间这边还是一样骷髅头就没关系。那明天呢也会继续开，明天是礼拜五嘛，礼拜五我明天呢会玩那个 DLC 的部分，那大家有空呢再过来看一下吧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啦，就感谢大家今天过来看啦，大家晚安咯，拜拜拜拜。